我唔該，我話齋咧，今次我亦都係第一次台下全部都係男仔同埋演出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。誒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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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即係我而家三十歲，我其中一件好後悔嘅事就係，即係讀中學嘅時候冇好好負自己責任，冇好讀書，真嘅。咁我希望大家努力讀書。 祝福你哋咧學業進步，同埋身體健康，咁唔使錢，係啦，大家好簡單 ，follow 我 IG， 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啊，好嘢，拉生好嘢。